蒙牛奶酪棒啊，一个大牌子，大家都熟悉的牌子，八袋，59.9到手八袋，每袋90克，里面有五只，大人小孩都爱吃，小孩子吃这个比其他的零食强。这么大一颗，好漂亮，粉粉的，里面含6倍牛奶钙，含维生素 D， 比吃其他的零食强。大人上班族的话，携带也比较方便，早饭不吃的话。放在包里，随时饿了补充一下能量。奶香味很浓郁，主要大牌子吃着也放心，个头都非常大，饿的时候来一只，没时间做饭的，尤其是早上空腹睡懒觉没时间吃早餐的必备。每包里面有5只，喜欢吃的去拍吧，给孩子吃，有营养。